请大家继续支持赞助 Man 哥频道，等 Man 哥继续深入苦穴，为大家揭示最真的真相。多谢。好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 Man 哥，今日嚟到粉岭裁判法院。咁啊，点解嚟呢度咧？大家知道啦，阿快必咧同阿 Man 哥咧都系一个世仇嚟嘅。咁啊，上次又踢咗阿 Man 哥一脚，喺呢、这个。筲箕灣個裁判法院啦，東區嗰個啦，就俾錢禮判佢3000蚊就打我，就覺得啊咁就了結咗件事啦。但係而家好好，警方執法非常之好啊，因為大家睇到呢件嘢咧，喺街邊嘅街站不停去挑人，係啦，呢啲傻婆，係啊，拜拜，係啊，咁啊街邊佢哋不停咁挑人啦，做好多街站啦，咁啊令到佢而家咧。本身有6条罪，而家再加多6条罪，即系前后有12条罪。咁所以而家咧，佢就喺呢个粉岭裁判法院嗰度咧，接受紧苏官嘅审决啦。咁啊，我哋而家等紧睇下佢有冇得担保啦。可能苏官都未必俾佢担保嘅，可能直接还押佢，直接喺度审佢嘅。咁呢啲咧，不停犯事，不停搞乱香港，不停带啲癫啊、傻啊、戆啊嗰啲人，尤其是后边嗰个咧，影住啦，啲傻地嘅。咁啊，所以佢哋咧就會搞亂到香港啊，令到好多人咧呢啲咧傻嘅出嚟嘅，遲早俾人拉嘅，冇乜所謂嘅。咁啊，所以我哋支持警方執法，支持啲人唔好破壞香港，支持啲人令到呢個環境可以真係繼續，我哋可以自由自在生活，唔好俾我哋呢啲人滅我哋聲。咁呢個真係香港真係屬於中國個地方嚟嘅，絕對唔容許啲傻啊、癲啊、戇啊俾人洗腦嘅人去破壞它嘅。咁啊，我睇下嗰個會唔會出嚟啦嚇。咁啊，我哋喺度繼續等多一陣啦。我又坐咗年幾都打爆你個頭出嚟，你哋又中意挑事啊？做乜嘢我冇做喺？好啲，你個冚家產嚟挑動，睇唔出現你冇事噶啦。喂，你頭先係咪喐手嘅啊？打啦，撚樣！我要整打你！跟住放你管啊！自己，我打隻頭。我打唔爆你个头啦！我跟你玩鞋，咁巴闭，怼死你！好嘢，好嘢，好嘢，吓，好嘢，上班人咯，上班人咯，你真系吓鬼啊！上班人咯，嚟啊，上班人咯，嚟啊！喂。你哋又中意挑跌啊挑动啊！屌你老母，走啦！走啦！你个冚家铲嚟挑动。
佢唔出面就冇事啊！喂，你頭先又話喐手嘅，打啦撚嘢！唔好行咁啊，同埋睇車睇車睇車啊！我跟你玩鞋。睇车啊！你揸车啊！记者啊，全部上行路先。记者全部上行路先。好嘢！上行路先。真系吓鬼你！记者上行人路，记者上行人路。搞震，屌你老母！小事多分，你唔系次次咁捻好运噶，你生捻完片做完嘢你就走啦，唔好麻烦差人啦。我廿廿几岁都系正干部嚟噶，我都唔敢讲嘢。OK 啊，好嘢啦！呢个警方发出嘅警告，你哋超过两个人嘅集结，已经破坏咗香港法例第599章预防及控制特别规例。警方命令你哋立即和平散去，否则我哋会进行票控行动。前面人士，如果你哋唔系记者，立即离开，否则我哋会进行票控行动。影住你有。佢再唔走啊！票控佢哋啊！啊！記者朋友啊，唔好企喺嗰個車出入口啊，保障翻你哋生命安全。唔該曬，多謝阿董。其他上行就攞，唔好企喺車出入口，保障你哋安全。我想過去，過啦，一齊行咯。誒，都過埋。過咯，過咯，過咯。要行就一齊行啦。大馬路前行啦，就喺呢條隔離區。係，大家好，又係阿 Man。咁啊，大家都睇到啦，正話咧，我啱啱嚟到呢度咧，就等快逼當中咧。就有啲佢哋啲打手又過嚟搞事啦，咁有個泰國籍都唔係香港人嚟嘅，可能喺香港生活咗好多年，就走過嚟又講什麼粗口啊，又講什麼佢嗰啲咩五大訴求啊，又幫佢喺度一一樣樣咁樣，咁啊佢影我哋阿 Man 哥同埋個助手都會影翻佢嘅。另外咧有個咧阿叔都幾十歲嘅，六七十歲嘅啦。之前咧呢個阿叔咧好 PK 嘅。在機場三霸嗰陣時咧，佢就打過嗰個 IT 人啦 ，Leo 啦咁樣，就從後偷襲嘅。結果嗰單嘢咧，法官咧又係判佢守行為，咁啊佢又係唔使坐監嘅。咁啊另外一單嘢咧，佢不停喺嗰啲反對派嘅活動當中咧，非常之受警啊。咁有次喺地鐵站咧，又喺個現場嗰度話殺曬啲警察，殺曬全香港嘅警察，又話殺曬啲共產黨，都俾警察拉咗同埋告咗嘅。結果去到個法庭裏面呢都又係被判守行為，咁呢啲呢完全唔得到教訓啦。所以頭先阿 Man 哥嚟咗，佢二話不說衝過嚟，就懶係過嚟又話想打阿 Man 哥，又話打柒佢啊，殺咗我咁樣。去到埋嚟最尾嗰下佢都唔敢落手嘅，因為你見到我後面全部都係差人，我都唔會還手嘅，你打你夠膽嚟打囉，你一打我自動第一時間就會即刻俾人拉嘅啦。咁啊，你呢啲咁嘅阿叔阿伯，邊傷害到阿 Man 哥一條毛啊？我企定定喺度，你都奈我唔何啦。但係成班咧就好似似兇夾惡，似勢凌人。香港就係俾呢一班
咁嘅暴徒、咁嘅打手、咁嘅叛亂分子，搞到香港永無寧日。今日都好支持阿蘇官啦，咁啊唔俾阿快必擔保，咁啊還押喺監房。而家佢有12條罪孭喺身嘅，咁啊 Man 哥就見證佢坐監嘅一日。所以我嚟到呢度就係睇佢接受法律嘅制裁，係咁多。我哋睇下呢啲咁嘅傻婆咧，呢啲咧一唔正常，二不停破壞香港，不喺度搞事，就俾人哋覺得啊喺度唔知做緊啲咩嘢啦，由佢啦。我哋見到呢啲人咧，只要佢唔破壞咧，就唔會。你好，都係好多警察。哇！呢係幾大？應該是泰國，這個應該是泰國人來的，是的，泰國過來香港，我不是香港人來的，是的，擺明是泰國的雞呢，過來呢，做完呢，在這裡，你看雞，你看雞，雞，雞，你看雞，你看，小心啊，這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 Man 哥啦。今日我哋等到五点半，咁啊，苏官非常之好啊，就决定唔俾呢个快必担保，咁啊，佢依然要还客喺呢个惩教处嗰度看守嘅。咁啊，我发现咧，嚟到呢个粉岭法庭咧，咁啊，佢哋咧就唔够胆太气焰啦，同埋咧，附近都好多差人喺度嘅，咁佢哋咧都系得把口，所以犯法嘅人咧。依然是会得到法律的制裁的，所以 Man 哥现场报道是这么多了，加油，请大家继续支持赞助 Man 哥频道，让 Man 哥继续深入苦穴，为大家揭示最真的真相，多谢。